前面应该是大家应该很清楚，对不对？因为我们唐凤镇委员呢是新店区直潭国民小学的校友，那那一位呢，正好是直潭国民小学的校长，他们今天要办理60周年的校庆，所以请来邀请唐凤镇委员能够帮那个学弟妹努力哦。好，今天呢非常开心，也非常期待。那除了我们重回国家人生的同仁之外呢，也欢迎校外的校友们呢一起来共襄盛举。那我想这个唐凤镇委员呢，对国家呢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那大家都耳熟能详，尤其是在疫情的期间，推出了口罩11.0，做出了 EMASK 的口罩预制，还有口罩地图，那台湾人民呢心里有具备这个安全感，所以呢防疫没有成功，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关键。那今天呢很开心，我们这个邀请到了唐凤镇委员，就列入我们学校的来就有关于台湾社会创新发展趋势这个议题，跟大家呢来做一些这个意见交流的提点哦。我想站在这个高材生的旁边呢，我觉得非常的荣幸，是要多拍。好，那因为这个很重要哈、哦，所以呢就请我们也把时间呢就直接给这个政委员哈、哦。好，我们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交流。那有三个好处，就是我们刚才不管拍照致辞啊等等，大家都不会觉得无聊嘛，对不对？因为都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题。那有些没有晚来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如果现在找不到的话，然后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手动输入这个网址哦 ，slido.com，slido.com， 然后输入之后呢，再接入屏幕上这个数字啊，00324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扫得到 QR code 的话，就不用接入00324。那在这个提问系统有两个特色，一个特色是说它是匿名的，所以大家都要划手机，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所以我知道之前去求访问的时候会打个折扣啊，或者是说大家都是老师嘛，说快下课的时候同学在开始举手啊等等的状况都很多，但这个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要划手机，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所以想到什么就可以问什么。那第二个好处是说可以按赞，就是等到你进入这个系统的时候，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如果你也想要问的话，只要按赞就可以了。那这样也会让提问的人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课堂上面跟学生竞争，他手上的手机的注意力跟你的讲课的注意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学生在 Instagram 啊、Dcard 随便播一个东西，播个10个、20个，就有人帮他按赞嘛，所以他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但是在课堂上面，他比较没有人帮他按赞。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一开始演讲就把他手机一个10超、10超征收过来，所以只要把力气花在我们的这个提问上面呢，一下子一分钟、2分钟就有人帮你按赞，所以这样的话，学生的注意力就比较会回到这个课堂上面。那这也是一种社会创新的方式，就是去增进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社会的连带。那又是每个人都可以加入，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这种方法，所以欢迎多按赞。我们看到现在第一个这位中年朋友，匿名的中年朋友，一见已经有7个人按赞了，按赞表示说你也是中年朋友的意思，就算是青年朋友也可以按赞都没有问题，好吗？那因为刚刚讲说我们从5点半开始啊，到3点嘛，就是结束中间不休息，那这90分钟我要讲什么，完全是靠大家按赞的数量来决定。按赞的数量多，我就多花一些时间讲；按赞的数量少，我觉得我可能快问快答。如果来不及全部都回答完的话，那就先说抱歉，我都没看过。那如果觉得说想追问啊，或者是说觉得我回答的你没有看懂这个你真正的文字的意思，也欢迎举手。我们看到桌上有数位麦克风，数位就是好几位，3位麦克风，所以表示说有3个人可以同时讲话，所以也欢迎举手。那我们就请就是数位助教帮忙递数位麦克风给你，好不好？这样 OK 吗？那大家时间结束，我看到就直接开始。有14位同学问说，结果就是一个中年人，随着身心逐渐的衰退，长久下来，年龄似乎成为创新的障碍。我
或者是适应变有人上班，感觉跟新时代的差异要逐渐变得放大。如果保有热情啊，以及保有赤子之心啊，关于这种个人成长、修心相关的问题，我一律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每天要睡到半小时。我什么？我就是说要睡够半小时。有没有看《君子天下》那个书的话，最后一张小卡片嘛，是那个黄历变化，我发现一只海豹的那个图，当时他问我们要肖像权，我说那是一只海豹，不需要我的肖像权。但是无论如何，那只海豹就是提醒大家说要睡满八小时，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很容易就是一天看到新的事情的时候，是把它和我们旧有的经验加以比较，然后去参考跟我们旧有经验相同的部分，然后去吸收这一部分。但是我们旧有经验不同的部分，就是作为它触碰温层的那个部分，它要变成新的习惯也好，它要变成我们新的场景记忆也好，这些都是在睡眠里面发生的。所以如果没有睡够的话，基本上前一天就等于是白学了，到后一天的时候也还是在重复的前一天的这些常见的。那这个对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中年人可能因为生活责任比较多啊等等的关系，所以就会觉得说，那我没有那么时间好睡眠，那我等于是要熬夜或者起床起来，总之是牺牲睡眠时间，然后来换取一些社会功能啊，满足社会期待啊等等。但是这样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这样子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睡够的情况下重复本来可能不一定完全适用的方法，那一直解决新的发生的问题，那它到最后就会变成是那问题越来越复杂，你要花很多的时间等等，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就保留时间给自己，然后就睡够。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昨天的还没想通的这种挫折、这种感觉里面，其实你不需要急着去克服它，是睡不够，让一种很急躁的感觉才会睡不够，然后来克服挫折。如果你是休息的时间足够的话，那就会有一种，那我跟挫折可以相处，是有余裕，我不需要急着解决它，我可以等到明天，我可以等到后天，可以跟挫折互相学习，那到最后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那好像也不需要那么觉得说啊，急着一定要做所谓 solution 怎么想出解决方法来。那这个其实就是去让新的时代指引一些可能的新的方向。那我们也不会急着下评断，那最后也可以自己保留知足之心的一个方式啊。那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方法，不一定是帮助三人解决，但是每个人不一定要是八小时，会碰过一些人学七小时，他觉得睡得很够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就是加减三。有时间的朋友们说，个体时代怎样设定使用3C 的界限跟时机啊？网络上的霸凌要怎样应对？以及媒体是否养成在教育政策上面内容的推动？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有 Learn 这个地方了。我在一般的就是社会人士的影响下，就会开这个媒体素养教育资源网嘛，然后顺便这个宣传一下实景良菜啊、自发互动公号啊、素养导向教育啊，怎么样融入我们的三面九项啊等等。不过各位应该都很熟，而且可能背的比我还要熟，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所以我这边就不特别去强调三面九项的那个部分。但是我特别想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以前你看这边是 media literacy， 就是假设阅听者他主要是听或者看是在听看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太多人，但是其实为什么我们这边叫做 media competence， 而不是叫做 media literacy？ 主要原因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科技时代，每一个人都是直播主，每个人都是电台，每个人都是可以引发一波新的社会创新的浪潮。尤其在台湾，短片基本上是不用特别付钱的嘛，每个月翻499，然后有的有一家涨到469了，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吃到饱，那不用白不用的这个情况。所以像其他的国家，有些短片它也是有些只能下载。甚至下载影片都还够，更不要讲上传的频宽了。但是我会有一种我每天都开直播分享一个新闻稿啊，或者那种感觉。但是在台湾，不管是各位还是各位的学生，都已经是在一个就是我自由的分享，不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从积极性，就是每个人都是媒体，而因为每个人都是媒体，所以媒体所需要具备的，好比像说市场的能力，好比像说。我们在调查所谓的 primary source， 去找我们的消息来源的时候，怎么保护消息来源，再怎么确保消息来源之间彼此平衡的能力等等。那这些反而才是在学生，好像说之前有些小学生、中学生要参加那个公式reader， 然后我操。然后应该是 PSharp 那些公司的一部分话是那个做的一个 cross-check project， 就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差的一个机制。那这个机制蛮简单的，它就是找我们所有的朋友帮忙把总统候选人当时在不管是
这边发表一些议论的时候的每一个加的话都打成字，打成字之后呢，再去区分哪些是他个人心情抒发，那哪些是他讲的一些客观面形成的数据，那再请这个所有的这些中小学的朋友，也包含社会人士，那一起来去看说，他的这些 primary source 跟这个候选人的稿子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每一个人讲的话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不实的这个成分哦。那这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发现说，就好像说我们在投票，然后说拿个录音机，然后再装个 app， 穿硬件啊，可能是音乐部队啊，另外一个我不记得他有没有 app，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任何的 app， 他在里面投票，是里面机票，然后里面帮忙看的投票程序啊，一方面他对这个民主程序比较有了解，二方面都会传出一些不实讯息，好比像说什么 CIA 的隐形墨水啊，不管干谁都会放到上面，或者这种很奇怪的这种黄土谣言，在去年还真的有这种黄土谣言的时候，那每个阵营的这些 YouTuber 都可以发挥他们的公共媒体的力量，所以这些谣言其实不攻自破，因为如果真的有这些的话，那其实你所相信的那个 YouTuber 那个阵营的 YouTuber 其实本来就会做这个事实查证的事情，那任何只要参与过的话，其实就不会像好像说在美国这样子的，就是他对于甚至开放这件事情都就是陷入网络上互相霸凌、互相仇视、互相二分的这样子一个新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台湾可以让一些就是比较就古老的民主国家往上参考的地方。那再回到个人的部分，就是怎样使用三 C 的界限跟时机。我想说，我现在面前虽然都是光影，可是大家可能已经发现说，我是有这支笔哦，在手里这个荧幕，我唯一弄到手指的地方只有放大跟缩小的这两个活动，那这是一站即走，但是绝大部分时候都是通过键盘跟笔来互动。那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笔也好，键盘也好，它是微观工具，是那个小肌肉嘛，所以我得先知道我想要看什么，然后跟荧幕上面哪一个点去进行互动。那我带着这个点是，就是带着这件事情想要看到什么的这个希望，然后去跟它互动。但是如果是触控荧幕，它是完全用手指，尤其是手机，那一般也是的话，那其实你可以完全看这个表面，就光影的这样子滑滑的时候，稍微看到一个就是很耸动的标题或者图片，马上就来分享，然后感觉自己就变得比较好过一点嘛。那但是其实就没有那个差真的时机，所以就是我觉得滑动它真的是在一个让人比较难思考，就是可能只有是果然没有这个创造的思想的那个心理心态。那但是如果是透过这种一个理解，是不是透过笔或者是键盘的话，那是在一个比较积极性的这个情况。所以对我来讲，我知道我如果一直就是滑动的话，就变手机在滑动，不是我在滑手机，所以我几乎一定都是透过这样子的中介的方式去使用。那另外一个边界就是说我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是工作嘛，那我下来之后，其实这些运算装置啊，就是电脑啊等等，是绝对不会带回家，它就放在我工作的地方。那大家都知道说，我说那我是绝对不用那个办公，那但是我还是有带上好，因为可能家人也都要。但是我就是早上七点开一次，晚上七点开一次，就是一天只开这两次嘛，那我就不会进入一晚上别人一面在想一面在打字，然后我的时间就卡在那边，然后等待就是一句话送出来。因为如果是 email 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没有人写一封信就寄给所有人说一句话，然后想一想就想到第二句话，再回复所有人，再写第二句话，再写第三句话，这样子做的人可能马上就被所有人排斥了。那是实际上在赖群组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写了一句话之后，所有人还在理解到一半，然后你就中断所有人的理解，又中断所有人的理解等等。所以我是把赖当 email 用，而把 email 当赖用，就是你如果写信给我的话，我还是一定会看到，服务可以即刻回复，就一定会回复。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比较集中，每半个小时至少有25分钟，可以集中在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上。所以你有点像斯拉格，就是我现在集中会讨论这件事情，但大家就会看俄罗斯方块跟下一个转块啊，就是希望交给孩子什么，大家可以预先在下，但是不会变成好像我讲到一半，然后就不断的在两三个主题之间来回的去做context switch， 就是来回的情况。那我计划是最累人，就是最耗费精神的事情，所以尽可能一半小时里至少25分钟，有点像番茄钟工作法呢。尽可能在一个没有来回机会的情况下工作，那像三四就会变成是我们人跟人之间连接的方式，而好像让人跟人之间变得更疏远，或者是更没有办法去全心的关注在彼此身上。那有28个朋友问说，如果你是国小老师，我希望教给孩子什么？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让小孩知道说，我跟他都是在面临很多未知的时候的共同学习者的这样子一种态度，不是说
访问，就已经知道说十年后或十二年后的世界会怎么样，标准答案都在我手上，事实上我也不知道。然后我通常跟上台也好，年轻人也好，都是说未来是透过我们来临的，所以与其问我说未来会怎么样子，或者是说去看说别人预测未来会怎么样子，不如说你先问自己说你希望未来往什么方向发展，那就在这一点点也好啊，那个方向透过明天的就是工作也好，或者是甚至是游乐也好，怎么样也好，觉得未来应该更长怎么样一点点，那就自己先稍微一下看到那个改变一点点，那在未来就透过你们来啊，只是还没有云破散而已。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教育的工作可以一路延伸到就是持续的、终身的、跨领域的、跨场域的等等的这种教育，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是不分年龄，也是共同的学习者，而不会变成说，好像你到了所谓出社会之后，好像就不是学习者，而是社会的贡献者。那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社会变迁非常的快，每个人都必须要一起学习嘛。那与其说分成某些人就是专门学习，有些人只是有空才学习，那不如就是一开始就要找个习惯，说所有人都是为了相同的价值或者是共同的目标，那一起向彼此学习，然后以及一起组队，然后一起向这个位置学习。我觉得说持续学习的概念嘛，自学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资源的话，小孩自然就会被我们影响，就是社交的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学过，然后就是丧失他对未未知的热情或者是好奇心的话，那小孩也会感觉到，所以其实是学过是最重要的。好，那有十八个人问说，听说唐风筝，我觉得他是会不愉快的求学经验，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如果再回到那个时光，我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啊？因为当时我在国上二年级，很快就休学了。那休学之后，我就去看很多儿童心理学的书籍嘛，主要是可能蒙特梭利啊，或者萨提尔啊、皮亚杰啊等等，所以就了解到说，原来那些八零后的同学，并不是他自己八岁的小孩一天起床突然间成了八零后的同学，不太可能，而是说他后面的结构是儿子是建立在非常多的人跟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上面，所以才会有那个台词嘛。第二名觉得说啊，我一到休学，他就变第一名了，他心情就变得比较好。但事实上，就是他的状况也没有真的比较好，所以这完全是一个虚的东西，并不是因为这样子，他对议题或学习的掌握程度就比较好，而是因为说他觉得这个相对名次让他感觉比较好一点。那这并不是他的问题嘛，就是当时我们把competence 素养，当时在这种 competence。真理嘛，就是把人跟人之间本来是非常不擅长的部分，变成好人跟人之间互相比较、互相竞争的部分。那这真的是一个反应错误而已，因为在一般的其他的学员里面都不是这样子的，都是核心技能啊、核心能力啊等等。那只有咨询科学的话，但是核心竞争力就是做反应的，但是可能咨询科学的话语权太高了，在八零年代的时候，所以到最后大家都说要从小培养竞争力啊，比方说在细胞培养等等。所以我如果现在可以回到小学年级的话，那我可能也会跟他，就是我自己在讲说，那样其实只要你一转身能找到自己的宝藏，你就能在起跑点上，就不用跟别人竞争了。因为你的宝藏如果跟别人一样，才有愿意为别人努力三年的差别。但如果你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往那兴趣去探索的话，因为那时候第一同学都没有人抱这个宝藏，所以你就能在起跑点上，而且会自己在起跑点上，那时候就会碰到很多在往同样的方向跑的人，那自然就是。做协作的关系，而不会变成是这种 arbitrary， 就是非常认为跑到什么一二分数第一名、第三名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可以呢，就是跟当时跟我分享的。那有十二个朋友问说，请我谈谈未来十年之内的两岸关系的发展局势啊，就看两岸交流的影响，这一方面可能不是太平洋两岸了，虽然太平洋两岸我都不知道多少钱。如果是台湾黑下两岸的话，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岸，对不对？不是只有西岸在这岸，东南亚这岸。我们在就是我们现在的发展的方向，可以看得出来说，台湾的创新，今天讲的是社会创新。绝大部分时候都是要同时走去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公平的这个平衡。那在这个所谓的三重底线的状态，在就是第二次的经济发展方面，其实不是这样子嘛。我们可以看到说，好像说如果他想要掌握每一个人的消费的习惯的话，那他可以很故意的去说，那我们就直接设行动支付，或者说直接说所谓的数位法跟人民币等等的这种做法。那这些你说他真的是因为这样比较方便吗？可能也不是，而是说掌握就是每一个人的所谓的社会信用，那对他的同时是有帮助的，那对他所谓的维持稳定是有帮助的等等。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看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有一个很关键的不同，就是我们到底是越发展这些科学跟技术，越让每一个人能够有为自己发声啊，以及探索新的解决方案的这种能力呢，就是 empowerment 嘛，我们已经增幅了，就是我们的科技到底是增幅大家呢，那还是科技其实是指增幅这个重要成分？那事实上是检测的，就是所有人包含地方政府在内的能动性，但是所谓的举国体制嘛，那这个当然也很难说就是绝对的好或坏，因为毕竟集权主义存在很久，民主才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而已。对，所以当然看他们也有悠久的传统，可能就是上百年的悠久传统，但是我们这边创新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创新它不会去牺牲为未来后代创新的这个可能性。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的教育上面，我们确实是一定程度上也在做一个 prototype， 在告诉尤其是我们在东亚的这区，像叫印太啊，印太这区，那没有说，那我们如果去深化每一个小孩都可以，我们要做不到18岁，就可以在某些层网络在平台上面去提案。我们现在在中文平台上面已经有超过40几个案子，都是不到18岁的人提到。最近关于那个阿杰克的事情啊，关于这个学校太早报销的事情。关于这个有没有和政治台上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禁止使用塑料吸管的事情啊？各种各样子，不管是社会还是环境，对现在那些没有18岁就摸头都没摸头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都非常快速的就可以引领这个时代的转变，还不需要依赖物质的大量的去接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做法就是，我们把参与民主决策、传统上所谓的公民权，现在变成是任何人。他其实没有公民的资格，其实他是国民，就是到18岁，或者他是新移民等等，他还是可以透过政策机制来实际达到这个政策的概念也好，或是社会然后等等。那所以这些，我觉得叫上海的这个方式，就是跟上海一起去推动社会，包括我们觉得有公民的这个方向去改变，就是从做中学比较大规模从做中学。那这样子的做法，当然第二次一方面是社会被感动的这些。来讲，但是我们附近的很多的国家领域本来是觉得说好像为了要刚刚讲到我们大领奖学习，他非得去就是压缩用自由的空间，或者是说为了疫情他非得这个封城，非得压缩行动自由的空间等等，因为他一转头看到他的模式，他就发现说你原来有一个方法，他不用做这个 false trade off， 比如说好像民主人权在一边，那可能是经济发展在另外一边，不用特别去做取舍，而是说你可以做这个，然后又加深这边的就是民主的深化。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对周边绝对是有影响力的。那这个周边影响力发挥到比较大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会寄希望于这个就是中国方面的人民啊，就是不太可能说他们完全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会是比较正面的影响。那而不是说好像是说你未来跟集权作对，就非得要用一些集权的手段，是比较不相信这个。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全世界的就是一种公民教育嘛，让大家知道说，因为我们往民主化的方向不需要牺牲掉这些东西，只要看看台湾，那就可以去感动到他们的这个。好比说那个之类的，因为日本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透过说，哎，那在台湾就是可以通过这种资源的方式，给方一样等等，那现在很成功的促成了他们不管那个的出人丁啊，他们现在改革大厂啊，他们要让你买个类似我们这些移民市政府的这些公民科技的朋友进入他们的那个官方啊等等，这些改变呢，可能就是我刚刚讲到我们这些大规模的公民教育。要让他们就是非常注重这个年资排辈，这个年轻人对政治非常冷漠，没有参与的这样子的整体，也发现说，原来他们也可以运用台湾的这些例子来撬动他们的就是那个官方。我觉得这是最近的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那慢慢的，我觉得我们整个周边其他的整体也都会受到一个影响。有时候跟我说，无论对内或对外大环境都处于未见优势的这个处境哦。台湾无论在工作或者学习时数上面都处于过长的样态，这是为什么有这个年轻朋友提案嘛，说要缩减那个在校的时间。但是在整体的竞争力啊，却没有相对应的表现。如果利用社会创新来改善这样的困境，当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长的原来的习惯都是觉得说斜杠。就是兼职啊，或者是部分时间工作，是一种打零工啊，没有稳定性等等的这种表现啊。那所以在台湾，如果你是只算全职的人，跟其他的OECD国家全职的人的同时的话，我并没有特别少。
但是如果你是算就是全勤加兼职，跟其他人的全勤加兼职比的话，我们的工时就变得非常长。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比较觉得说，部分时间工作，那不管是中高年龄的人，他重新投入就业的时候有一个部分时间，或者是比较年轻人，他在探索的时候，同时斜杠两三个工作等等，我们这边比较没有一个社会常规，是说这是好的，这是值得鼓励的等等。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各位可以有所贡献了，就是如果学生他的兴趣比较多元啊，比较想要探索的话，与其让他有一种好像他就是要有一个很固定的。好像一个 ladder， 然后是一个 career ladder， 他爬一个绳梯啊，一样子的一级一级的变成他所谓出社会的固定的工作。那不如也告诉他说，其实存在着很多斜杠的可能性。像有很多年轻人是所谓的二地居嘛，就是说他一方面在城市里面去学习啊，或者去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啊等等，那他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在他自己的故乡或者他感到兴趣，觉得想到第二故乡的地方，他去参加那边的社会。营造或者现在这个地方创始啊等等的活动，他可能一个礼拜在这边三天，在那边三天等等的做法。那像这样子的做法，我觉得无形之中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兼职不是好像你没有办法找到正职所以才兼职，而是说你有多余一个的社群，而这些社群可以透过你把它调节起来，那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达成社会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在未来，我觉得应该会变成常态吧。那所以斜杠，当然如果都变成常态的话，那可能就不会特别叫斜杠，就会说专心致志在同一个地方做全职的，可能叫做单杠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想通过未来也可以，就是我常分享的时候都说，我现在虽然是就是为社会嘛。就是资源的第六名，但是我也从事斜杠另外七个国际的非营利社会创新组织的理事嘛，所以等于是斜杠的斜率已经非常高了，七个已经非常很高的这个情况。那当然我要特别讲述，就是说因为公平服务法的关系，每一个都是非常的准，没有这个拿薪水没有利益冲突的问题，都是用公余时间工作的，那要写很多小字了。那但是我是觉得说光是说在国际的非营利组织的理事身份，累积到这么多，确实让我发现说我是Work with Taiwan， 不一定只是说 Work for Taiwan， 就是我们在这边试出来的一些解决方案，在这边试出来的一些模式。那很多人，尤其是在联合国或者是其他国际组织的场合，那我只要稍微里面换一下身份，我就可以用国际的其他国家的社会创新组织或跨国的社会创新组织的专家的身份去参加这些。那无形之中，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传统上面在国际组织的合作上面的劣势，一下子就可以转换成优势。因为不是只有电商，现在所有的公务员都电商嘛，全新部去年已经给了一个新的范式。那第二个就是说，那在国际上面，传统上我们是很多空间都不太容易进去嘛，因为什么要延误招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说，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当初我开始之前去联合国说是 pioneering 啊，说是这个没有看过这种做法。但其实去年联合国大会都是在视频上面开了，到六月去那一次我们进不去，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在他前几天办一个14国的这种线上视频论坛，因为WFA本身也是视讯，那我们品味比较好，所以大家还学到比较多之类的。所以就说大家都是16比9一个方格子的这个新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不像以前那样子，好像就是非得面对面才能够碰到一些资深官员，因为以前资深官员或者一些资深的这些决策者，他是不用视讯的，他年轻的时候也不视讯，觉得见面三分情，视讯到过一分情，所以就从此没有视讯。最后呢，我只约到几个去面的，但是去年大家所有人都脑力的那个快去被迫要清除，所以就发现说，现在的视讯非常容易，用手机打开就看得清楚。而且见面戴口罩也才分清，所以是这样分清也可以接受啊。我就非常容易约到这些国外的高阶决策者，所以至少在国际合作的这个场合，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反过来变成有优势的。本来确实是没有优势，但在疫情后的这个新常态里面，尤其因为我们在解决就是全世界公共的问题，特别是在学习开放这边疫情的这两个问题上面，我们已经累积出了20000多，而且比其他人都早半年以上，进入一个就是我们一起来想。Thank you.
是很害怕的这样子一个心理状态里面。那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可以增加我们整个社会在像作为整体精神病上面的态势，只要我们能够也很习惯说那我随时想要约就是国外的谁来，那就可以直接约谁来。那这样子也比较没有以前办很多活动的时候大家认识台湾都是认识台北市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前两天正在高雄啊，他们就说办很多国际研讨会，现在全部都是全市区，本来机票加上酒店的钱，他发现他可以买非常好的视讯设备，而且基本上酒店就是用一次就用完了，但是这个设备可以一直用嘛，所以就是他们是觉得很棒。那这样的话，国际上面的朋友他也不会特别认说啊，这是高雄的，所以我就要考虑两次。那如果是台北或比较接近桃园机场的，我就比较快答应，但是对他来讲是一样的，都是市区嘛，只要市区凑对了。对他们的国际性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在过去里面增强很多，所以我觉得黄金的马路是针对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创新。那有二十个中国主科技的组织杂志已经逐步融入教学当中，但是校园的相关设备确实比以前不足，因为投入的经费可以参考。目前的政府机关也已经使用录制的相关3C， 但是当然它的价位稍微便宜嘛，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北京当局有 subsidize 啊，那所以是不是能够有其他管道或者方案可以协助校友获得足够的硬体？这里要可能分成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说如果是核心的，好比像说。是资料储存的装置啊等等，或者是运算的装置啊搬运等等，这些提供的理解其实现在很多都是用所谓向上集中的方法，就是说就是以学校来讲，学校是当然有基本的办公设备，但是不管是透过人家当地的教育局啊，或者是当地的就是研讨会，或者是咨询中心，或者是咨询局、智慧局，因为现在每个城市每个名字不一样，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些公用的 infrastructure， 那只要从这边的门户登录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那些运算单元。因为确实好像都要教机器学习，要教 AI， 那名字变买一大堆 GPU， 其实是非常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情况，因为绝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在用。那但是我们全部都集中来到像说国网啊那边的 CHC 那边，但是用非常便宜。便宜于市价，而且市场教育用途好像下一点免费。在这个情况下，那你用断供链过去使用我觉得最主要的之前的困难就是频宽的问题。但现在不管是partner peering 恐怕那个就是频宽加大了，或者是说外面作为人权等等的方式。那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频宽多的话，大部分的运算资源是大部分人工，真的很贵的硬体，那大概都可以是不需要在线地去做。而且这样子对你们的就是采访度来讲，它需要。收费的这个 service 就是目前方面也变得比较少，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多加利用，这是一部分。那另外如果不是端末的部分，而是我想说像今天的投影机或者是这个 iPad 等等的方式的话，那这部分倒是确实是需要业内资源来做的。所以如果这方面就是觉得不是很容易从就是教育局或教育部或教育厅吸取的资源的话，那以我所知，在很多地方也有。很多三 C 的厂商，他们也很愿意透过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企业社会责任了，现在都是所谓商务脱产，就是他就是要进行他的叫永续报告嘛 ，GRI， 或者是 impact investment。像举例来讲，像举例嘛，对不对？之前就 Google 的 R 给了他非常多钱，那但是 Google 的 R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完全不求回报的？他也是要回报，所以他才只能说透过他们这些教材教法，他是不是有可能去解决？就是比我们更偏向或者更弱势，或者是就是反映对不起就是在业内开发能量更弱的一些地方，是不是有可能在我们使出来这些消费想法的影响之下，也可以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就是不到我们要的。那但是我们这边呢找了很多的 partner school，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教学的方法，不管是就是在工业水啊，或者是其他的方法的框架，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帮忙产生出这些 impact 的就是 measurements。那其实我觉得有蛮多现在做的这类相关的公司也好，或是像谷歌的二期存在盈利组织了，有这方面的资源，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社会创新平台，应该有一个就是教学创新的这个部分，那可以看。那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提案的，那也欢迎写一个给我，这是另外一部分。那最后就是说。
那其实就大家的手机其实都是造讯的一部分，就是就算投影机的这个角度啊或者光线啊等等，好像有点差强人意，但是大家如果想什么下一个 slide 的问题是什么，其实看自己的手机就好了。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有点化成为与其是说每个学校的每一个教室都要有非常好的投影设备，然后就是创意教学设备，那也可以考虑说，就是如果家庭情况比较不好的学生，确定可以借用或者是租用一些比较的或者平台等等，那就变成每个小孩手上都有也都可以使用。那这样会有很多教材教法，它可以像 slide 这样子平均的分散到两个手上。那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有抢到空气的那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速度去取用我们现在的公共这些教学资源。那当然，老师的家长也需要比较大的，因为如果每个人手上都是手机，而且不限制他使用手机的话，那的这个教学就必须要做互动。那这样不然的话，他的注意力马上就像我刚讲的，被其他人或地方或什么东西抢走了。那但是我觉得长此以往，他本来就是要活在这种随时就连着网络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他越早去用所谓的 pro social media， 就是同样是社群媒体，但真的是把他注意带到他的身边的这样一种媒体，总比他一直习惯这些还是社群媒体上在社会的社群媒体都来得好一点，所以这是一种机会教育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微信我说慢一点啊，因为有时候加上会议啊声音都连在一起啊，好的没有问题啊。那我当然可以说慢一点，但是扩音的这个回音问题啊，学习也需要解决。还是会有两个麦克风，会有双声道，还有一次也没有关系，试试看。我以为这个声音好像好一点点，但是回音更重要。好，那这样子，我不太可能每一句话就是一定都要知道非常清楚，但是呢，我可以在跳舞的时候多听一下，这样子的话，希望可以部分猜猜啊这个需求，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我刚刚开始有换气的，只是因为我逗号的时候听的那个时间比较短，那大家可能还在理解逗号前面的那一段话，所以感觉上就很像都没有逗号一样的情况，所以声音就跟主观上面都连在一起，那所以我现在可以确保逗号是发音的，冒号也是发音的，这样的话发一个静音，一个全休止符，那这样的话希望可以多多少少解决这个模拟场域的这个问题。有其他的朋友问说，请问唐委员最后分享您日常生活规划流程与规划，谢谢。我自己刚刚讲的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工作。早上七点呢，绝大部分都是跟民工或者就是加拿大等等北美的朋友分享。那到了傍晚，几乎都是跟欧洲或者非洲或者是英国，我现在算一个跟朋友分享啊。那所以每一天大概都会切换好几次不同的时区，就是七到九通常是一个或两个时区，下午五到七就是另外一个或两个时区。那只有中间九到五，主要是就是我们在家啊或者家走的这几个时区啊。那就像刚刚所说的，我在这12个小时里面，每半个小时会有检查一次 email 或者其他需要回应的东西。但是呢，这半个小时的检查，你在中间是不会特别去被打断的，所以我的手机是不会有声音或者震动，那也不会有任何的讯息的推送。所以当我在专注在好比想说这次的演讲的时候，大家可以放心，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啊打断我的注意力。那我平常自己在办公室工作也是这样子的。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在下班之后不但是不会非常忙碌，也不会让人找得到等等的情况，而且我会确保说，好比说在我的模式里面，事实上是连最基本的荧幕都没有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如果真的想到什么的话，我还真的必须拿起一支实际的笔把它记下来。当然有时候是听音乐，所以我也很害怕它吃。那 Apple Touch 这个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几个人在用了。那 Apple Touch 的好处就是说，它没有就是电话号码，你不可能打电话到我来 Apple Touch 来。那我在上面也没有装任何通讯软体，所以基本上是它不会让我可以找得到。那但是我还是可以用它来放点音乐什么的。那所以就是跟人联系的部分，就是这十二小时。那这十二小时之外，那就是我自己就是我叫 Reverie 就是一种
悬浮的注意力吧，像那种神游神识，就是想到什么新的点子就把它写下来，但是不急着把它抛出来，因为如果抛出来的话，我的注意力又会被打断，变成好像在一个社会的情境里面。所以这十二小时之外的另十二小时跟自己相处，不管是八小时在没有意识的情况，还是四小时在有意识的情况，这个都非常的重要。那观想是这样子，那早上醒来我怎么样从刚起床可能五六点切换到开始跟每周来实训的这中间这半小时一小时怎么切换呢？我通常都是做菜啊，做菜是最简单的，因为一方面它是跟自己相处的一个很好的时间，那二方面它可以把不管是视觉啊、嗅觉啊、味觉啊很多的感官都打开，那所以它就是一开始就是有一种好像光临在实际世界的情况，然后拿着这个刚做好菜，然后吃得很开心的这种感觉，也去视讯，就不会觉得视讯的背面啊都是影片，都是机器人，都是什么，就会觉得说视讯的对方应该也是有些有肉的人，就是。他比较是锚定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只是把对方当成是就是有这个通讯能力的一些 PC 而已。就是视讯久了就会有一种那个附体，就是觉得好像我换不同的场景视讯都是换一幕背景，但对方不管怎么样子讲话，因为眼神很难对齐的关系，所以都觉得对方是非常的 PC。那对我来讲就是炒菜，然后自己吃点东西，然后等他很能够去把就是同理的。这种能力了，把它再触发到，可能是我没有时间去洗菜或者切菜，所以现在都是用一个在我们社创中心的进驻团队，叫做 Fresh Recipe 啊，那它就是每个礼拜六固定会用低温栽培，把米清洗好，米切切好，而且都是不的那个什么东西全部放进来，我就直接会丢到冰箱，每天醒来的时候只要看那天的心情，随便挑一袋哦，大概最多是。从通常五六分钟就可以炒到那个菜，这个呢，如果真的要引申的话，其实也是社会创新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每个人来做都一样的部分，就是洗菜的部分，应该要交给机器做，但是每个人来做不一样的部分，就是你要什么配什么，它的调味啊等等，有创造力的部分啊，这些部分就是留给人来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每天提醒自己一下这样的事情啊，可能也不错。那有时候我们会说社会的科技发展非常的迅速，但是学生的功德心啊跟情绪控管却有向下发展的趋势啊，希望可以怎么样子改善啊。那这个就是有要讨论鲑鱼的事情啊，我最近的演讲大家都提鲑鱼的事情来当做一个佐证啊。那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子每一个人对于功德心它的定义是不完全一样的，好比像说在跟大学生座谈的时候，我就有听到说他们认为一个讲法是说护城事务所有人员的时间是就是公共资源啊，那大家就去消耗护城事务所有人员的时间啊，那这个是可能没有某个几年的表现，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 argument。 那但是就学生在 slide 因为都命名了，大家都讲很直接了，就说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概念应该是全自动是全自助的，就是应该刷个什么自然人凭证啊，或者是在什么 kiosk 就是输入这个键啊，你根本不要浪费到护送人员的时间嘛，那他做了人员确认啊等等，那你就自动改名了，那自然也没有消耗社会资源的这个问题。哎，那像这样子的想法也就是没有公共利益啊，只是他完全往另外一个就是不是稀缺的资源，而是把稀缺的资源变成所以数位都是不止一位啊，所以数位可以同时有几千位虚拟线上客服工作人员 AI 什么东西的，那这样子我觉得也是有功德心的表现，而且还蛮创新的这样。那所以呢我看到这个讲法，我就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还应该做一件事，就是确保说吃的那些鲑鱼啊，好比像说他如果是鸳鸯运送来的话，那他的碳足迹可以要求这个企业有一个交代，或者是说，他如果是野生的话，那他是不是允
去培养去啊，也许会培养大家的一个教，但事实上极我组织应该是中研院嘛，留出一整个图鉴，就是说下一次如果有别的厂商要办类似的活动的话，他可以去跳，好像说蛤蜊啊，或者是龙虾啊，就改名叫龙虾，像有点像，那个但是总之就是这些他比较没有破坏感有趣，然后他是比较没有看组织问题等等这些做法，那像大家出国工作的时候，无形之中也是建立就是永续渔法、永续农业等等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说大家一窝蜂，但是它破坏了生态的、对社会的永续的要传送。后来这种提法来让我们这一代整个比较开心这样子的，当然就是比较不好的情况。所以对很多年轻学生来讲，其实你能告诉他们有这样子一些给出交代的方法，或者要求厂商给出交代的方法，它其实一定就通，而且它是会很愿意要求给出交代。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可能80年代啊或者90年代的时候，只有破坏环境或社会的厂商才会受到批示嘛。但是现在，就是2010年代，现在2020年代哦，慢慢变成，他只要袖手旁观，就会被说那你是问题的一部分了。每一个厂商都必须要站出，他到底怎么样解决社会的环境问题，才能够免于歧视。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把一窝蜂的这个状态，或者是诈骗、欺诈、骗工的这个状态，引导到两件事情上面。一个是说，怎么样透过创新，让他更不会消耗有限的资源，不管是公务员工作的时间，还是就是渔业的这个估计啊等等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原来这个等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抛在别的这个有趣的事情上面？像当时的那个病毒挑战啊。大家还记得，就是往自己身上泼冰水，这个到底有什么公益可言呢？但是他就把他说，那你只要点名三个人，就是如果愿意泼冰水，就要捐款给健康跟社会，那这个突然间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公益的形象，所以稍微转变，然后运用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具体的改善的方式。希望就是各位朋友们现在听的时间之后，可以有如果还需要就是再多听粉丝的声音，就是什么可以发在这个在 slide 上面。使用就是阿福简单赞的方法来告诉我。有女士问，然后问说，数位身份证安全吗？为何政府落得这么慢？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用健保卡的时候，有一个健保署来跟你讲，对，我听起来很奇怪，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医师机构或者是护理人员等等，他们有一个医师凭证。那这个医师凭证跟那个机构的凭证，然后再加上你的健保卡，构成所谓的三卡认证。所以每一次在做健保卡的任何处理的时候，都必须要有健保署已经认识的白名单上面的，不管是医疗院所或者是帮忙来找的药师啊等等，那他可以追踪他的这一个使用是合乎他的目的的。而且之后如果成了正式的话，其实现在500-600万人都有下载健保快医通嘛，可以直接在健保快医通的健康所者里面看到每一笔账单是吗？那好比像说之前就是我看新闻有一个他因为鼻子过敏，然后去看医生，然后他开健保快医通，然后就看到说给他本来鼻过敏的诊断是 RHA， 那但是他去看他的健康存折里面却有3-4次叫他申请变成 RA99， 就是不明原因死亡，所以他就是不明原因死了3次，在同一个礼拜里面，这个也蛮厉害的，就是不容易达成的成就。那但是就是这个会变成一个新闻，或者是说这个医师可以在这个个案的协助之下，赶快去更新他的健保局的健保署的记录啊等等。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参与式的资料治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实际去打开健保快医通，就参与关于自己的资料应该要怎样被运用，他能够怎样被运用，以及甚至有人在推特上面说他口罩存量够了，他想要把这个配额贡献出来给全世界需要的朋友，那希望我们设计一个界面去做这件事情嘛。那后来我们也就从善如流的设计了俗称口罩4.0，甚至4.0的一套系统嘛。所以在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资料合作运动的力量，我们已经有76万人已经把800多万的口罩的内额透过健保快医通告诉我们的外交部署要去下面的援助，而且里面有一半的人愿意就是
钱的嘛，所以他们就可以换到一个类似 NFT 啊，像是一种荣誉榜，比如说我只要按唐风就可以看到说，哎，这你看国际上面有73篇口罩是唐风所贡献的，不过这是有冠军的成语，因为有18篇是唐风命啊，有9篇是唐风命啊，有3篇是唐风献啊，所以这是他的名字里面有唐风，不是说他真的是唐风。但是这个很好玩，所以就是很多人会分享。那甚至有些人一直都没有用健保快医通订过口罩，他也没有来转过健保快医通，他因为这个专门去下载健保快医通，专门去认识他的健康存折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些都让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对于数位的身份的凭证，就是健保卡，有了更多的、更深入的了解。那相比之下，本来的智能身份证，所谓的期待证，那看起来就非常的uncomfortable， 就是难以给出招待。举例来讲，像在停车场，然后有时候会换乘嘛，那换乘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约束他要怎么样做，或怎么样做。有的时候会去旅馆，他都有双面印的身份证，其实他根本用不到背面的这些资讯。他双面印的就是他这样子做也没有特别违法，也没有不违法，因为法律根本没有写这些事情。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旅馆的柜台说：“哎，你用信用卡付账，好像信用卡的背面还要帮你印一下，那你马上就报警了。因为信用卡背面那个三个数字，如果人家印起来的话，就可以随便帮你刷卡了。所以就是身份证。”各种那样子的目的外的使用，我不是很想说滥用，但是就是滥用。那在我们过去也有很好的健保卡的经验的情况下，相信之下，大家想要对于身份证有相同的或高于健保卡的这样子能够给出将来的期待，而这些期待我们在2015年的就是公民的论坛里面，财经论坛里面，这个声量是比较小，很少人有这样子的具体的要求。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要求，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啊，就是社会的期待宣传传播嘛。所以我们现在承诺，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不会逊色于健保卡的这样子一个身份证的专法，确保说它的技术的可信度当然是高过健保卡的护照，因为它是最新的技术，但是它在法规上面的可信度也要不低于健保卡的护照，这样子大家才比较能够接受。所以应该是今年下半年吧，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进一步的去搜集大家对于身份证的里面一个使用情景，到底对它合理的一次期待是什么等等。那希望在专法通过之后，那我们放在就是中央塑造厂的那些机器人又可以再开动，但是这个是在充分的跟所有包含立委或者所有关系的人沟通之后，我们在专法这个底下，然后再持续推动。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可以一起踩刹车或者是踩油门的这个机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有20块问朋友问说，当我遇上人生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走出来，找回快乐有自信的自己啊？那刚刚有讲嘛，睡饱八小时，然后醒来做点菜，就很好心。而且有的时候，低潮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在低潮的时候，一个人比较能够纵观全局，不会面对一下急着要解决什么事情，就被那个当下的事物抓住了。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低潮或者挫折的这种状态，这就让我有一种好像在月球，然后来个 VR 啊，然后在月球看回地球的那个感觉，就是拉开一段很长的距离，好像不需要急着做任何事情。你在月球上做什么，它也很难影响地球啊，这样的情况。但是总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可以越来越觉得说，应该整个地球是一个整体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工作不一定是要一时一刻立刻就完成，更多是要留给我们更厉害的后代来完成，这样要剥夺掉后代的可能性就好等等。那在低潮或甚至忧郁的时候，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比较精确的，就是比较真的感受到，所以怀抱着不忘记掉这些感受，然后又睡够，然后醒来又做个菜，然后又慢慢吃，然后进入一个快乐有自信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个平衡啊，12小时很开心，那有12小时可以跟自己相处，不然还不开心，那这个就会非常平衡。
如果一味的去用这个开心的感觉去压缩到自己休息的繁琐的低潮的时间的话，反而不一定是很健康的一个情况。有时候人们问说，如果一个小学生或国中生问你，人到学校能学到什么？人为什么要读书？我会如何回答？我大概会先回答说，人为什么要读书？我通常的回答都是说，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历史的每个时期，去亲身经历那些人生啊，我们的人生可用时间有限。那但是书本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用相对短的时间，比方说你看一本好的历史书或者一本好的科幻小说，你可能给它两小时、五个小时等等，但是你就无形之中好像一两辈子就是其他人在那个地方的经历，你就可以感受到一些些。所以它是让我们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一个方法。那当然有些人习惯用文字的书，有些人习惯用绘本，有些人觉得书如果跟他互动，就是电脑游戏的话，他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有助于等等，每个人学习形态不一样。但是我在讲的书也不一定只是纸本书或者文字的书或者什么，它也可以像是维基百科，就是书变成了一个动词，就是你只要看不顺眼发现它有个错字，你马上按编辑哦，就进入一个书写者的这个情况，帮忙把这个自由的百科全书做得越来越好比较好等等。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在这样子的共出现的状态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把事物转成素养的这个阶段嘛，就是每天我学到了什么，那我的习惯就是在下班就是离线之前，我就把不管是逐字稿啊，或者是我当天的一些想法，透过就是大家都可以下载的放在所谓的创用 CC Creative Commons， 不但可以下载，可以去混搭，可以怎么来去做成饶舌乐啊，做成大合开场啊，做成什么迷音跟图啊，什么唐风过台湾，什么过冬天什么的，反正就是不限制它的使用的方法，可以把我今天的状态，我学到的东西卷出来。那卷出来之后，我就睡得我的休息比较安稳，因为我觉得说，那不是我一个人想这些事而已，所有人都可以一起想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也可以把学校翻转一下，就是先不要问所有人进学校可以学到什么。可以说你到了学校可以分享什么，可以让其他人学到什么。那这样子的做法，我觉得对很多的小学或国中生来讲，他才有比较主动进入一个空间的动力，因为他进来之后可以改变这个空间。就好像如果我今天的演讲没有 slide 这种提问的装置的话，那除了极少数有拿麦克风的朋友之外，对其他人来讲，你在这边看或者是你看直播，可能没有任何的差别，或者录音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每个人在这边只要按个赞，就可以改变我接下来会讨论什么，或者是说就可以设定我都好没好好停顿的时间大家进来参与才有意义嘛。那就好像说我们说会少留吃，事实上可能因为没有真的那么多汤可以吃，所以我们都是说会少的一起进厨房炒汤吃哦，那就是从口部的炒变成火部的炒，那他对社会有什么满意的地方想分享，不满的地方想分享等等，他都可以在学校这个地方进入一个共同学习的状态，他可以分享，可以设定一成的状态。那我觉得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接触图了，好像拼图一样，可以像彼此学到东西，而不是像学校这个 institution 学到东西。这大概是我的回答。所以只要能够一起书写的地方，一起学习的地方，对我来讲就是学校，不是一定在某个建筑物里面才是学校。有是问人们问说，教改改来改去，搞得我好乱啊！经常哈，光靠创新好像无法引领教育的现场，确实是这样。我们教改的整个过程大概是因为社会各种各样子新的状态都出现，所以非改不可。不是说我们只是乱改，或者是想改就改。我们会发现说，至少因为有参与了12年国教新课纲，但是因为我们发现说，如果再不改的话，那学校可能是有点 irrelevant， 因为我们本来设定出来的这些分科啊，这些分组啊，这些学程学门等等的这些架构，那乃至于说现在叫基础性高中啊，本来叫
到高级，然后往里喝大的这些省钱的或者省钱升学的这些方法管道等等，都已经受到现在每一个新的技术社会情况出现，我们就得重新再调整一次。因此那种中心化的，大家都是国立便宜管的执行单位的这样的做法，已经没有办法因应每个地方碰到的新型的状态。而十年才改一次的课纲，如果都还是刚性的课纲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因地制宜的去结合每一个地方旁边的社会部门的能量等等。那最重要的是说，那对学生来讲，他可以拿个手机就翻身，就在台上讲课，他可以立刻进入市场查核的模式。那所以如果单向标准答案的灌输建立在这种威严上面的东西，那其实他只要领导王金王做这些都不攻自破。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是闲闲没事在那边改课纲，而是说教育现场因为这些新兴的不管是科技或者社会的状况，已经到达说那我们除了授权给每一个学校的各方位，或者是每个学校自己现场的这些愿意参与共同创作的教学伙伴的情况下，除了相信这种群众智慧或者所谓 wisdom and knowledge 就是在终端的智慧之外，那其实国教院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至少当时各方面当时的院长白红安经过还有庄新洲老师去各方位的时候，我们很强烈的感觉到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就进门把各方设计成比较柔情，然后比较有弹性，然后当然大家就会觉得比较乱，因为可能性的就是这样很乱的事情，但是至少他可以按照每个地方的需求收敛，而不是大家就是关在彩霞还是哪里，然后收敛，然后可能是对那个地方好，而其他地方又要过十年，然后才能够去进行这样的改变啊等等。所以及时的应用，然后还有不一定是靠就是各位自己的力量，而是可以结合所有关心这件事情的力量。然后像说像现在那个所有的教学科技方面的培训technology，很多已经不是在专注在说小孩自己在家或上网的那个情况，而是他怎么样子让我们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把一些需要自动化的部分，好像说最简单的批改啊等等这些工作，都交给机器去做，就好像那个洗菜的那个切菜助理，就是好多很厉害，不然的话就是还是交给机器吧的那些部分。但是就是炒菜的部分、下什么佐料的部分，一群人在厨房怎么样子。就是火不要烧起来的那些部分等等，跟人跟人相处有关的，那这些教育现场，我觉得就是值得我们花，即使一开始到了值得花比较多力气的地方。那我很高兴有人提了一个很具体，就是说现代的生活的步调以及世界的局势、学习观念、赶课或者赶成果，赶到学生没有办法专心用完整时间来做一件事。如果在教育现场让学生既能够放慢速度，也探索又能够跟上国际了。其实我们如果是想要跟上国际的话，我们看的就是国际共同的一些事情，然后比方说永续发展目标，而永续发展目标是需要耐心的，因为它2030年才达成，所以从现在还有个9年、10年的时间，它本来就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尺度里面去制定的，它绝对不可能一想到什么好点子，5分钟就解决了，因为如果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早就解决了，不会被列在永续发展目标的结构性的问题里面。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去看世界局势里面它比较恒定的部分，大家都觉得说到2030年这些就是要经过解决，而其他好像都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这17件事情，那就从学生一定都有亲身经验，数字比较小的就是 SDG。1、2、3、4嘛，解决贫穷、饥饿、健康、学习的基本的事情。那到可能比较社会公益的，然后比方说解决贫穷啊，或者是解决人权资源啊，然后的这个工作啊、能源啊等等这些。那一路到最后最抽象的就是好比像说我们怎么样确保气候变迁可以应应学下的刚刚讲到的永续渔业在内部学下的生态平衡、陆上生态平衡、开放生态。那以及最后全球伙伴关系，我觉得就跟像一个小阶梯一样，就是先从 SDG 数字上的先去了解这些国际的趋势，而你就算是了解一点点，但它明天还在，还是不会变化。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努力，但是努力它是用十年为尺度在努力的，所以学生就算是解决一点点，他也不会觉得好像他
别人就不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按照电影这种全世界都在意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五十大目标里面是细项的指标，就是169个细项的指标，我觉得很值得去介绍给学生知道，就是因为这些细项指标它具体到如果他有兴趣他可以就往这个方面去贡献，但是他又时间尺度长到所以他如果慢慢速度去累积他的人脉啊，累积他的资源的网络的话，他总不可能一个人脉都不谈十年就把它解决，按照定义它就是整个世界起解决的事情。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设置上在上发的时候不一定说我们有去十七个都要反正同时一样的要把它背起来怎么会背起来，但是是说另外是你们就挑几个大家有兴趣的，然后慢慢慢慢的去让大家看到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啊怎么样去吸引呢。有十七位朋友问说，从社会趋势跟政策面来看，有没有关于提升家长亲子功能的具体建议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社会大的社会趋势来看，我们会觉得说，现在在小孩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主要还是社交的这个政策。当然有一些部分它功能有一些有一点没有那么完成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是老师有一个类似代偿的这样子一个作用，这个也是有的。那但是呢，我们在以全台湾为规模来看，小孩成长的过程里面，以前是有大部分的邻居，他的邻居的家长。或者是长辈啊，或者是社区啊，再加上老师，是他可以学习的榜样，就是他能够有个社交的对象。那但是自从有了行动网络之后，就不是这样子嘛。他在网际网络上，任何一个 YouTube 都可以是对他社交的对象。而且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现在很多人的资源，就是成为一个能够透过上 YouTube 来影响很多人，然后让这些比他更年轻的小孩也能够以他为模范，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变成他们人生的指示之类的。我现在常常到高中或者是甚至国中演讲，很多人他的资源就是当 YouTuber， 然后可以触及非常多的人，他学到了什么第一个就可以跟十万人分享，他觉得这样子就是人生的意义。这样子感恩成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他的不管是学习的，或者是分享给出的那个人的计划，或者就是本来我们想象中的，就是你附近的邻居或者是同好团体组成的那种紧密的人际网络，已经有一点点不一样。现在是比较松散的，是接触者都非常多的那种网络。所以我觉得在亲子在这里面的一个陪伴的角色，就是说我们可以 anchor 就是锚定小孩，让他们知道说不要把你们的就是对方当做 NPC。这个是我这最近一年活下来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只要觉得荧幕的弊端都是人，就是我们身边只有血有肉的人的话，但就算是隔着荧幕说见面两分情三分情也可以累积到见面两分情三分情，但是如果是急着从对方那边得到什么量化的东西，就是点赞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负面的这些会场啊什么东西，就是把人化约成一些可怜化的东西的话，隔着荧幕是非常容易就有这种状态。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越这样子做，越这个小孩他越反社会，就是他越把人当人看，还是把人当一些可以量化的这种要破坏的什么东西看，把人当做工具看啊等等。所以我会觉得说，家长如果我老师自己有这样子的掌握，既不是说不准他去连上网络，也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要使用网络，而是说带着他看到说，你把网络的对面的人也当作跟你有不同的立场，但是说你有共同的价值，可以达到更好的共同在场的这样子一批人的话，那不管他怎么样子去接触网络上面的社群，他都会怀抱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没有人带着他、教着他，或者是跟着他一起去用这样子的方式跟网络的社群相处的话，那确实现在很容易就会进入一个好像不管是一个网络空间怎么设计，他就是去所谓的 dopamine rush 嘛，就是好像一直滑动，一直做一些重复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给出什么贡献，但是就觉得有点像当初霸凌我的那个跟你这些同学一样，那我终于到第一名，然后把别人干掉，他变成第二名了，等等的这种不是很健康的状况就会出现。所以怎么样子把网络上面的社群，就好像我们可以相信的附近的人一样，一起去营造这样子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也是我很感谢，就是我自己的家长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带我进入好的世界，所以我现在在好多生命部位也好把人各个人看的这种情况，也是觉得每一个人透过我们像斯莱德啊等等问出来这个问题都是要先设身处地选他的那个方向上，然后从他的那个角度看回来，说没有什么我可以学习可以改进的地方，那这样子的素养我觉得就是小朋友要实际在旁边感受到，那孩子他们都知道说那就算是回应也可以达到咱们同一个情况。有社会朋友问说，请问委员有问教师这个职业应该要怎么样子职务流程去进行再设计，我觉得这样一个很通论的，就是有任何你的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你觉得你在做的时候就感觉上好像是工具人一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这个就是应该要再造的那一个部分，那因为这个情况是有一些什么吃苦让你吃苦啊，什么不合理的叫做磨练啊，应该有很多了，没有背不起来，反正就是那种就是工作里面总是有一些不满让人看的部分嘛，就是二人设或者是工作里的部分，那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因为所有这些机械化的部分大概都有人形工具可以处理，不一人形嘛，就是有 AI 可以处理的，而这些因为它的输入固定输出固定，每个人可能只差在两个月的时间，就是完全就异化的这个状态，所以当你把它讲出来说我们这一部分就是要透过机器来做的时候，其实旁边的人是听得懂的，因为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就是不舒服的感觉或者麻痹的感觉等等，那就算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音乐天使接下来5分钟、10分钟的时间，第一个你看底下来这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会多一些时间去做创意的工作，那二方面是说那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学生说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想哪些部分的人本来是有点大觉得浪费时间一直在一个痛苦的状况，哪些可以拆成非痛苦的状况，好比像说 Slido 就是数位那个都是很有必要的，就是 Plan B、Plan C 等等嘛。对，那电视是很少的，指数是成长的指数。那我们如果在设计我们的工作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利害关系就包含学生跟家长了解到说，有些时候我就是需要比较专心的做需要创造的这个工作的事情。那些创造力的沟通比较需要的程度比较低的部分，或许用非同步的方式解决的时候，那就像我一开始讲斯莱德，我一定是说，如果想要举手，他还是可以举手发问。虽然当时基本上没有人举手发问，但是我有这样讲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本来的沟通模式到新的沟通模式的一个过渡嘛，他不会觉得说好像我被逼的一定要来适应新的这个流程，他随时想要用本来的流程的时候，他还是没有。但是二到四周就是很有点悖论的，就是当他越觉得说他可以用本来的流程跟你互动，越感到安心的时候，他其实越能够接受新的流程。那这个是我们在设计好像刚刚讲到的多少时间制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就是说我们不会逼着长辈去用行动支付，我们不会逼着长辈去便利商店的提款机转账等等，他习惯是比较耐心。他习惯这个去便利商店拿铜板出来到柜台付账等等，那总之都是用他习惯的方法做，但是其实他的习惯方法做了一两次之后，那他是比较快的方法，其实会使用比较快的方法，但你如果一下子就剥夺掉就是他本来的那种互动模态的话，那他是会彼此反抗，那我们就达不到75%的人都拿到口罩的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两个嘛，一个是说我们在把比较软的部分在大家的资源跟讨论之下想到一些自动化的方法，第二个部署这些方法的时候还是留着本来的不同的模态当做 NB， 上次如果有另外一个模块掉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麦克风可以用它。有17位朋友问说，请问学生的资质能力高低当然不同，但是台湾的学校要学的都一样，就是都是那些素养了，那你是否赞同这个剧情很像公投票，你是否赞同学校课程分级，比如说学生学数学可以分 ABC 级，可能他对数学比较没有兴趣的时候可以选 C 级，但是他的自然学科可以选 A 级，是不是能够推动这样子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可以适性发展。
我是很同意的。我觉得本来就是每个人在一个学科里面，他的学习进度就不一样，所以就算是同一所学校里面，好比像说透过像选修、加深加广，甚至有些优惠领域案等等这些解决方案，那一定程度上就不用一路跨到实验教育里面了，也可以在教育实验这边就已经可以给学生就是比较大的弹性。但是这个是很看学校的发挥，有没有那个就是余啊去想说，那我们多这么多种选项，对这个类型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你可能要结合很多别的资源才能够做得到或逐步做得到。但是这个方向我是很赞同的。那而且确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小孩，他就觉得他想要就是自己变他这种学生，那有些是因为他的学习方法、学习模态，可能是个人性跟其他的学生真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 IEP 嘛，就是特别好的学习，本来就可以做成这样子，但是进入特教的领域，那或者是说，即使不是特教，他自己有一套他的学习的规划，他等于是个人化的特教嘛，像这样的学习计划，那只要他的同学团体或机构或他自己愿意就是通过他的现实的那种实验教育的审议嘛，那他立刻就可以运用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自然编辑、数学编辑的方式去编排他自己的课程。那现在团体机构个人自学也非常蓬勃嘛，那一路好像理论上可以搬到大学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实验大学的布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传统作业机制，或者现在其实也是机制的一部分的实验教育，或者是在机制里面的教育实验，那这里比较像 research， 就是研发出一些可行的方法。那这边的就是各种各样子的成本，不管时间上面还是金钱上面的，就是有愿意参与实验教育的学生。那等到这边有一些程序教学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在机制里面教育实验这边，也就可以把它当做模组嘛，拿来变成我们的学校的方法本可以选择的这个东西。所以第一个，我很赞成的推动；那第二个，你也不一定要自己这样子推动，有一些本来就已经在做这些的实验教育界，或者是先做这些实验的体制内的学校，那后续也可以就是互相协作，然后来节省就是出现这样子新的实验的可能性，然后尝试错误的时间成本，那大概是这样。有时候有人问说，残酷的现实与学习场域遭受的理想，有时存在一个很大的冲突。当我们对教育要追求公平正义，却看着不公不义的事情不断存在、不断发生，如何运用社会创新来改善这样子传统冲突的现象？当然，在台湾，我们通常都是说，我们要首先 speak truth to power， 就是先让整个社会知道有这样子不公不义的现象，给这样不公不义的现象一个名字、一个名词去讨论。那台湾比较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很多就是匿名的，让大家知道有不公不义现象的这样的方法，而且基本上我们没查水表也不会被消失。按照 CIRGUS 这个人权组织，台湾是全亚洲唯一。就是完全开放的，就是你去揭露不公不义的事情，看看会怎么样的地方。那所有其他的大概都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程度不太一样而已。所以首先就是要自己去思考。那第二部分就是当然指出它不表示它会被改善。所以社会创新的特色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想出它改善一点点，不需要改善非常多，但是只要稍微让大家转个念头，觉得它可以改善就可以了。我举例，像我们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的很多的公共艺术，它都是席汉儿的作品嘛。那席汉儿当然大家可能知道是台湾就是最早的社会创新的组织之一嘛。那这些像这个足球场就是席汉儿的作品。那当然听到席汉儿，现在可能想到的是烤面包，或者是烤饼干，或者是很好喝的咖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有些正面的联想才对，可见事物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也是很好的艺术家，他们只要画出你们看到的世界哦，大家都会进入一个比较创新的情况。但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在最早席汉儿创立的时候，其实它规模也没有那么大，然后这种不公不义的情况，大家对于唐氏症患者的了解也不是今天这样子的这个程度。那所以当时他们最重要的社会创新是什么呢？就是喜欢这个名称，因为有这个名称之前，大家也不是那么乖乖的叫唐氏症患者，或者说用一些很难听的名字。那但是现在呢，大家想到喜欢什么，当然
就是因为正面的影响，所以并不是说所有不公平的事情就因此像魔法般的发生了，但是这让想要讨论这件事情的人有一个在讨论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感觉比较好的那样子的感受的东西可以传播，那这个才是社会创新真正重要的，就是这是有公益的事情要做，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帮忙，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所以像我们这边很多就是我会介绍嘛，说这是前面的这个艺术啊等等的这些朋友，就是社创中心的访客。那通常这样子听到之后，真的就会脑洞大开，要进入一个比较有创意的创新的状态。好比像说这边是就是只是置物柜，然后跟一个展示架，然后看起来非常平凡无奇的东西。但是有些国外的访客，像这位叫做 Stanley Clip， 他是杜拉格市的市长嘛，那他后面是他的居住手掌，都是一些海盗党的海盗，在这样奇怪的那种政治海盗党的。那这些朋友们就立刻就爬上去，那我笑得很僵，是因为我没有人爬上去过，我想说有没有人摔下来，我们就上后半，但是就是还好他很辛苦，没有任何人摔下来。但是就是他的手上拿的，其实是他们也除了这一位，其实我来台湾留学，我们看得懂字之外，就是他们也不一定看得懂上面的字，但是因为这是实际上去发展的目标，这个语言、这个配色、这个 logo 等等，他们都可以听得懂。这个也是社会创新，就是我们不需要再花那么多的力气去一个一个解释说我们在社创中心里面的每个主题是什么。相反的，我们如果是做循环经济，像我就可以说，我身上这件衣服是回收的塑胶的奥特瓶跟咖啡喝完的咖啡渣，所以做成的 upcycle。循环经济，那我就直接拿这个 SDG 12的这个 logo 出来，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所以无形之中，这当然还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是要怎么解决它的这件事情，很多工业的没有什么沟通成本，可以很快的就让甚至是国际的朋友知道说，一这个不公平的事情，二我们在往哪个方向做的第一步，三这个怎么接触到就是国际上面沟通的这些趋势，那所以接下来就开始看很具体的可以怎么样子来帮忙的嘛。但是如果一开始这个沟通成本偏高，或者在这个中间因为双方用的语汇什么不一样，或者是他的脸上大部分是很负面很不舒服的脸上，要先深呼吸好几口气才能够开始讲的话，那无形之中你能够接触到的人或结合的人就变得稍微比较少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国际玩家都说台湾 can go， 因为这是温情牌啊，之前那个悲情牌台湾 itself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就发现台湾 can go 有非常多的新的朋友就会出现，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原来我们解决的问题，我们很愿意把它分享出来。这个比较长，好，我记得到了教育学校它是领域组织，也是阶级的重要词，更是原理才能够工作。我的学习是从我们的律师家庭成为老师，让我们工作老师感召，所以决定成为一个老师。但是台湾的教育有许多的政策，造成老师的收费率日渐式微，学校老师地位恐怕比很简单的老师还低。这样子的教育场域的现象和发展，对于社会创新的发展是否会有影响？当然没有影响。我不会觉得说，我们在被老师感召，我也是被非常多的老师感召，所以才会比较多的时间去做像现在这样子的公开的分享。我还记得当时。我就是高中辍学，当然是在校长的好友之下辍学之后，我就去加拿大旁听。那当时就有一位兰婷老师的评论，最近好像也变成 Also Taiwanese 老师的我们的深圳。那他当时我是没有学籍，我就是跑到他课上，那他是教这个认知科学为主的那种分析式的哲学哈，因为哲学，那所以他发现说我想要探讨一点。跟他想要探讨的题目很像，所以后来他就每个礼拜特别利用下午的时间给我说是他的 office hour。那所以我不会想要聊什么，就是每个礼拜他不给我上课，而是说我自己设定主题。那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好像我当时对科学哲学，对于艾纳奇，就是说在上古政府主义，但是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行的那种想法很有兴趣。那他就给我那个非常的反对方法那本书，然后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讨论。那我们就对跨学门的上课，对于反对学门、拆掉学门有兴趣了，他就给我一本书叫《Resilience》啊等等。那如果没有这些愿意留时间给我的这些老师的话，我也很难去发展我自己的
想法，因为当时是觉得说我想要学的跟学校的同学都没人教，那所以就是这个老师他本身开的课其实也跟后来看到 Officer 看的关系也不太大了，说真的，所以就比较像是两个哲学爱好者在那边聊天 的这个情况。那这个对我印象很深，所以到我现在我都还是礼拜三会保留时间，不管是这样的分享或者是想做的社会创新的人直接来刚刚看到的社创中心，我都会留40分钟下来，让大家爱讨论什么就讨论什么，有想要讨论的人来设定议程。像今天早上才有一位母亲带着他，就是在自闭网络上有一些功能但是自闭比较严重的一个小孩，然后跟他妹妹好，然后来跟我讨论 IEP 要怎么样跟学校老师沟通等等。那当然我是还是把他引导到社创，就是关于一些辅具的制作啊，或者是说就是自己的朋友他透过网络怎么样子营造人际关系啊等等。那但是这并不是我预想到的，就是他想要认识我就认识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对于社会上的其他人来讲，那我们除了是老师的身份，或除了是教会的身份，我也可以有一段时间让他觉得我其实只是跟他一起想一件事情的人，而不是说好像我一定就要有答案。因为说真的，这个每一个子弟的朋友，他的爱意都一定不一样，就是铁口直断，可能二五分钟就想说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子做。但是至少我可以说，第一个我很认真听，我很认真想，在想过程中分享我自己类似的，或者是应该可以参考的经验。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想他不会觉得说，我是因为政委或者是行政院的政务官的这种社会地位啊，然后来跟我互动，而是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他跟另外一个有同理能力的一个人嘛一起思索。但是这个后面还有一段，就是说任何跟我这样子的对谈，不管用数字稿，现在大部分都是用影像记录，都会完整的在 YouTube 上面去呈现。那所以 YouTube 底下也会有很多人开始一起慢慢想这件事情。那而且还会听到来的人会 refer 他上一次在我们 PDC 听到的时候，然后他想要更进一步的探索，所以他无形之中变成一个好像开放式的工学团体，然后用一种完全非同步的方法，那一起在探索这些社会创新的可能性。那这个就是在各位的工作之余，或者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其实都多多少少可以经历嘛。之前我被邀去一个社区招募的自访嘛，孟恩，那孟孟恩他们在台上分享他们的就是圈的这些教案，很多感觉上就像是自媒体哦，至少有时候感觉上有点像宗教，还有自己的歌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还是一种社会的创新的散播的渠道，宗教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整个社会看我们的方式就会比较多元，而且不会被我们的单一的事物所限制了。那等到这个多元的感受变得比较深刻，那这样子自然也不会变成好像只是一个高中老师，或只是一个国中老师，只是一个小学老师，就这个是你的主题标签之一，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事情，也不是主要的的这个主题标签。那这个或许就是自己也可以变得更喜欢一点，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想法。有二十二段会问说，请问我有除了做菜之外哦，还有没有其他的修身嗜好？尤其有没有运动？如何心平气和啊？而且不会吃厌倦饭啊？我本来的运动习惯是我会走路上班，因为刚刚那个社创中心离我住的地方就工业区那边，大概刚好10分钟左右的路程，走快一点的话，所以我通常就是早上是直接走路去上班。但是到去年就是疫情大概4-5月之后，这个习惯就被破坏了，我就不能再这样子运动了。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要登场，或者是见面，所以10分钟就变成了15分钟，然后都变20分钟，之后我就有点受不了。我想说这应该是一时的吧，应该会过去的吧，然后就从来没有过去了。所以我们就现在10分钟就会做到30分钟的情况。对，那有一次。这个，因为我演讲会讲嘛，有一次那个辞职同学讲的时候，他也很可以体会我的痛苦，就是我们从以前那个就是有点关不了神的那个情况，但是在去年这个疫情的情况之后，也真的让他对于就是我们这些公务人员，好像就是
变得比较爱国，愿意国民，因为这个没关系，所以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在这种公开的，就是走路的这个情况，甚至有一次我真的就是走过进国画室，然后里面画手机，然后最后热血的网友拍照说抓到野生黄蜂，然后就直接上新闻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状况。对，甚至我现在就是跟所有的阿展一样，就是用这个 iPad 卷曲，然后起飞轮，就是这种非常不实无华的，像所以说基本的运动习惯，因为本来的户外运动本来都不是很容易会变成好像就是签名会那样的情况，不会会出现 QQ 啊。刘世清朋友问说，生育率不断的下降，政府虽然努力端出牛肉，但是仍然不太见成效。确实啊，对，因为至少也要九个月嘛，对不对？那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少子化即将威胁到老师这样子的一个职业哦。当然，少子化威胁老师职业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的这个班级有一个最小的限制嘛，不然理论上一般，我当时是四五十人的时候嘛，我小的时候嘛，现在应该都是三十人左右了嘛，但是二十人、十人也是非常的，所以理论上好像是应该是每个小孩的教育品质会因此而提高，好像不一定是就是老师会因为这样子就完全没有工作，那当然如果到了高校。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之前高校的那个公共集团真的量很大，所以现在就是慢慢都是蛮快速都合并好，那或者是说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终身教育，那现在其实就是像我最近也常常去 EMBA 演讲，或者是因为之前有去福乐生演讲，但现在有点这两个不太分得清楚，感觉都差不多，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我在工作之余是一个社团形成的面，但是大家都愿意来咨询一些东西，那也不妨去跟学校再次有所连接吧。那所以这个现在已经变成终身教育，我觉得进社区大学之后呢，好像也有评估，就是那他搬过来，可能跟管理也没有太大关系，也是说来做个研究对吧？的这种感觉。那或者是在高中生跟里面有一些大学社会责任嘛，那这里面也是他把他的教学资源等于分享给社区，担任社区的职务这样子。所以平均看起来讲，如果以后18岁成年人，他从成年之后，他也不一定立刻就念大学，但是他从18岁到80岁，因为平均寿命现在变长了，他如果就每10年左右也就回一次大学的话，那从高教本来看，这个需求实际上也是可以成长的，不一定是完全紧缩的。完全紧缩是因为我们以前有一个18岁一定要念大学，念完之后还不会回来。的这样子一种线性的一种想法，但如果能够变成一种循环的想法，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对于整体的社会互相学习，我觉得是比较有帮助的，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说，也不一定都要靠国人嘛，像去年一整年好像有超过25万的，就是侨胞，本来都已经可能10年20年都在台湾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人才循环了，就回到台湾来。那回到台湾之后，就发现说，以前好像还蛮不错的，然后换年确实蛮不错的，最主要是不用担心这个生病，实在是蛮不错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以我的理解，大部分人又要走了，所以他要么变成二地居的情况，要么就他又回到台湾了，那也比较就是愿意再带回他们在其他的文化里面的这些文化的自己或者一些文化的想法，那去再鼓励更多人愿意来。那我们也因为这个，所以在去年年底也有把就业金卡的申请的流程变得非常简单。或者像科技部的就业金卡，只要你对贡献台湾的科学或技术有任何的潜力，就会值得直接获得就业金卡。所以这是本来很难移民的这些类别，科技部本来你要得诺贝尔奖或诺贝尔奖才能够移民，这是非常容易。但是现在就变成一个降到最低，只要有潜力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也有2000多个朋友现在还持续在当时候，就是运用金卡的方式，然后愿意加入台湾，然后把我们这些人加入跨文化的地方。那这些朋友谈起来讲，我觉得是因为有点合理，那而且也比较愿意带入这些刚刚大家讲到说，对于老师的这些比较定性化的看法，这些朋友比较不受这个影
下嘛，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很值得期待的。那当然讲到最后，其实生育率只要不急速的下降，我是觉得我们是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所以人口不要那么密集，对所有人的生活品质啊，以及不要透支这个环境的承载量啊等等，其实是有好处的。所以其实有点像是就是一个缓坡一样，然后大家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去预做应对，而不是说好像一定要就是把生育率变成就是每个家户要在二以上，可能都是这样子。好，那所以这是当然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教育部卫福部的看法。OK，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三点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暂时问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然后好。谢谢我们的陶峰政委和丽丽先生帮大家解惑。我想这个 IQ 高的人的解惑的方式就是不一样。好，我们听起来有一些这个总结一下。第一个，大家一起慢慢变老的同时，记得要睡眠八小时。好，那第二个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因为问题刚刚很多，但是我们要看出几个端倪，也就是在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集中某一段时间，要认真专心的做事情，然后再好好的休息，然后再做事情。这个应该是叫做番茄钟工作法则。那再来就是人跟人的互动呢，是要大家一起来学，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那尤其是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唐政委看的事情就是比较正向、比较积极面，不会去拘泥在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发生，到底是谁引发的，而是要去解，反正问题就发生了，就去解决它，而且是朝很正向的方式去做这个解决。那再来就是身为教育者的我们，应该是可以为这个组织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而不是组织要对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这个责任啊，包含我们对老师，或者是我们对学生，或者是我们对同侪，都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好，那也只是我个人的想法。那也许大家每个人呢，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或者是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但是总之，今天让我们真的获益良多哈，这个收获满满，这个比八小时都还要满足哈。好，我们再次来感谢，谢谢。